瘦身成功的前女友找我复合，我逃跑了。我你怎么追到这来了？我哎，别喊！下来了，你这样还让邻居们听到怎么想？况且我怎么不是个男人了？你这么在乎别人的看法，那你当年为什么还要抛弃我？我不是抛弃你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不说了，你先回去。哎呀，你别走，我今天就是来找你复合的。你当年不就是嫌弃我胖吗？但是你看我现在，你总找不到别的理由了吧？我都哑巴心了，怎么可能会嫌弃你胖？关键是。什么呀？关键是你爸不会同意。王边棍，怎么又扯到我爸了？该我爸什么事？你能不能硬一会儿呀？咱俩又不是兄妹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？确实，咱俩确实不是兄妹，但你爸确实把我当真兄弟啊。又是我爸，你跟我爸差多少岁啊？啊，你现在就跟我去我家，必须跟我家说清楚。走啊。你确定要去见你爸？我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，不否认，我随即否定。你俩怎么过来了？我俩是我俩是楼下遇见的，送的。楼下遇见的啊，真巧啊！宋总之前胖的时候，你见过吧？何止见过，难为你现在还能认出来。宋哥，别没大没小的，叫舅舅。舅舅，我不记得我妈有这么个兄弟。你妈是没有兄弟，但你阿姨有啊。是这样的。你后妈是我姐，那天我正在跟你爸下象棋，我姐就来了，然后我就顺手介绍了一下，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应该叫我一声舅舅。舅舅。哎。